我刚才讲了一个心调理，尤其是心态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中医讲的肝是主疏泄，肝是藏血，啊，肝主心情，所以心情跟和肝有关，肝疏泄调达了，那么我们的气血才通畅，才不会形成肝郁气滞，月经才正常。如果肝郁气滞，还会咳皮吐，引起脾虚，我们叫做肝郁脾虚，引起那个月经不调。啊，生化无源，所以一定要注意自己好的心态。从中医的角度讲，女子以肝为先，这就是非常重要。为什么要注重心情？主要是与肝有关。啊，中医讲的与肝的疏泄有关。当然，如果肝心情，当然如果从西医角度来说，哈，跟心情也是有关系的。有一次，有个女的来找我看病了，她就闹离婚。她其实才38岁，闹完离婚以后呢，月经就不来了，闭经了。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是 FSH 激素已经到了100多，后面他在我这儿来调，其实他就典型的跟心情有关。西医来说，他是一个那个下丘脑垂体卵巢轴，心情就跟那个下丘脑有关，他会影响这个轴，引起不调。其实这个病人后面是怎么样调理完了以后，是后边我大概调了3个月以后才来月经，但是来完月经以后，基本上他的 FSH 降到7点几，非常好，月经到现在也一直正常。可能就说明一个问题，心情跟月经不调的关系。所以以前我就讲一夜愁白头，而这个愁白头，这个愁就跟心情有关，真是一夜头发就一下白了，觉得肯定不可思议，是它就跟心情有关，而这个心情肯定跟月经这些都是有关。我就说一夜愁了不来月经，月经不调闭经，这个也是有常，也是非常多见的哈。比如说有些高考的情绪压力也是心情，是吧？还有夫妻之间或者工作压力太大，尤其是为什么卵巢早衰，现在白领阶层更多呢？因为一个工作压力大，心情不好，是吧？这就都是一个心情。